我又一次来到他家，没想到他居然有一个赛博面具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和我说：“我也是你的。”不行啊，小盘盘。谁不行了？我只是头晕而已。头晕还行，你就是喝醉了。我没有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哪里怪？怪好看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得回去了，我家猫还没喂呢，我得回去。可真大呀，啊，不能喝还喝这么多。说谁不能喝？说谁？啊，行了，我不能喝，行了吧？你等会儿，我出去一下。不行，我怎么了？害怕。我不走了，我去给你烧点热水。等会儿，你干什么？好，那我就出去一会儿，可以吗？这不纯纯考验人吗？你给我起来！你干嘛？你给我装醉是吧？你这地方怎么样？哎，你这也不行啊！你当我跟你一样这么点就喝醉了？你还带人身攻击是不是？你别说话啊，小趴菜！我不服，这装醉没意思。那我补偿你。你怎么补偿我？来。